再次确认支援。各位长官，现在请看到编号为5到9的国号。安全军官会同炮长确认涉及支援、涉及设备以及弹药是否装订正确。检查完毕后，由安全军官高级黄旗回报安全军官检查无误。安全军官检查无误。安全军官检查无误。正定准备好。安全军官检查无误，正定准备好。第二连正定准备好，待令射击。二连发射。准备这些单位为演习第三年，由5号为 NL4A1。